有你 Universe Weather 打造最适合台湾的天气时尚。在艳阳天的时候从事户外活动， OKB 的多彩凉鞋与卡哇伊的亮丽阳伞，让你成为阳光下最受人注目的焦点，释放全身的热力。马上就进入这个非常炙热的夏天了， OKB 献给时髦都会女郎非常优雅的淑女凉鞋，这时候你才让你的皮肤自在的呼吸，再加上非常时尚的太阳眼镜、遮阳小帽跟阳伞，让你比阳光更加的抢眼。哦哦，下雨了，但是没关系，就算天气突然下雨了，你穿上 Hoster 闪钻雨靴跟卡哇伊的造型雨衣斗篷，还有 OKB 的时尚拖鞋，这时候你可以跟雨滴浪漫的跳一场舞。不来的大雨，雨点让城市显得更加拥挤，卡哇伊成套的雨衣雨靴让你可以轻盈漫步雨中，成为灰色水墨画当中的惊喜亮点。冬天来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厚重包住你的美丽，大家看到的卡哇伊俏丽糖果风衣可以让你彻底释放你的甜蜜，造型雨靴兼具保暖防水的功能，也让你的可爱顿时加倍。时尚的季节也是一个节庆的季节，风雨衣、小斗篷、轻暖外套随你变化，短靴、长靴、板格靴由你任选，还有非常可爱的毛茸茸袜套随心伸缩，让靴子有更多的表情。爱上 Universe Weather 冬天的 Super Idol 就是你。春夏秋冬 Universe Weather 将天气变化成时尚乐趣，天气时尚由你定义。再次掌声鼓励，谢谢我们非常可爱的 Model Dancers 老师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到 Universe Weather 2011的新品发表会啊！我想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个非常有趣的这个动态秀，对不对？其实你知道住在台湾，我想所有人都有一样的困扰，就是你出门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回家的时候天气会变成怎么样，然后常常因为天气的变化让我们一心想要追求时尚的人到最后变得很狼狈。
所以呢 ，Universe 是一个在台湾成立26年的公司，那他都听到了所有爱漂亮人的声音哦。他让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不论是晴天或者是下雨天，或者是你想要休闲的感觉，或是比较都会的感觉，你都可以穿出属于你自己的天气时尚。所以呢 ，Universe 呢整合了来自于不论是法国或是日本或是美国、澳洲的所有品牌，然后呢把它变成了 Universe Weather 系列。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 Universe Weather 系列里面，你刚刚看到 model 身上，不论是他们像我身上好，比如说我穿着很可爱，然后很优雅的这个时尚的拖鞋，还有我的这个围巾，都是来自于 Universe Weather 系列。甚至我在今天记者会呢，待会还会换出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感觉。那刚刚大家看 model 身上，比如说羽帽啦，很多很可爱的雨靴，然后里面还有这个毛茸茸的袜套，非常适合冬天的造型变化。然后呢，你看到各式不同剪裁的雨衣、斗篷、雨伞，然后太阳眼镜等等，这全部的系列都是来自于 Universe Weather。 那想在今天的记者会呢，我们会好好的跟大家介绍这些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品牌，以及 Universe Weather 如何去整合这些品牌哦。那首先在今天记者会开始，还是要再次欢迎我们各通路来的这些贵宾。那今天的记者会呢，我们还有一个重头戏，我们当然请来一位非常特别来宾哦。他今天要为我们走秀，全身都是 Universe Weather 的系列，他可以说是兼具了这个名模性感的魅力跟邻家女孩的甜美感觉。现在现场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热烈欢迎王影评。 Est-ce qu'il y aura un Père Noël sur la Lune？ 影评身上穿的呢，就是 Universe Weather 的糖果风雨衣，大家可以看到很纤细的腰身设计，一个很亮丽的色彩条纹，同时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一个 pattern 哦，轻巧缤纷的感觉。而且呢，搭配同系列的羽帽、雨靴，就像糖果一样，非常非常的甜美。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影评所穿的这款雨靴非常特别。怎么说呢？因为它是可以折叠起来、卷起收纳的，所以呢，在平常你也可以把它收纳在你的包包里面，它非常的方便，在造型上也有达到时尚加分的效果。掌声鼓励一下好吗？谢谢现场的贵宾，然后以及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影评。平常看到你好啊，平常看到影评啊，就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有一种比较性感的感觉，对不 对？所以今天是第一次跟 Universe Weather 系列的第一次接触，然后呈现出来一个很可爱的感觉。而且你知道，我在试穿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塞，我也有可爱的一面。真的，因为我们刚刚在同一个化妆室，然后影评就说好可爱哦，就是超可爱的。而且这位小姐呢，其实刚刚我们已经很热烈的在讨论说，其实有一双雨靴啊，然后怎样，我们可以拿来配什么衣服啊，然后哪一个可以怎么样搭配？对，其实我觉得他们的东西啊，很好搭配，不管是就像你穿的那样子，他可能配个牛仔短裤，整个就很有型。是，对对。事实上，你讲一下你今天身上的这一套，其实它是整个一整套，而且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条纹风格，然后颜色又非常缤纷的糖果系列的风衣、跟雨帽跟雨鞋。因为呢，其实之前我一直都觉得说雨衣就是可能就是那种土黄色的颜色，然后雨鞋可能就是那种也是土黄色，就是小学生，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可是我知道说 Universe 它有这样子的那种缤纷的雨靴，然后跟雨衣跟雨帽，然后我觉得说戴起来，而且它的穿很轻，它不会说让你有那种重量的感觉，然后鞋子整个还可以跑步。
就是刚刚一直不停的在跳跃跟跑步，因为真的很好穿，是很好穿的，这穿着感是非常舒服的，对不对？而且刚才我在看到，不论是影评这一套，或者是刚才我们一开场那些 model 在跳舞的感觉，就想说，除了这些都会女性，其实真的在台湾非常适合拥有一件雨衣，因为我有想到很多很多在下雨天必须要骑摩托车的朋友，这样子以后街上就在下雨天就会有，就是万众瞩目，你知道大家就会只看你说，哎，你的好鲜艳哦，然后他们的可能就是只有黄色、蓝色、绿色那一种。对，没有，我们希望可以把不论是台湾哪一个城市的街头都改变成这样子充满彩色苹果感觉的下雨天风景。又很开心，不会说因为下雨而就是心情闷颜色，对不对？而且重点是Uni Arts Weather 系列的不论是鞋子也好，或者是雨衣或是帽子，它都不会让你觉得说你只有在雨天才能穿出门，对，它可能可以变成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很轻巧很舒服的时尚的配件， 对不对？就像它也有包包啊，还有什么墨镜跟雨伞，它的雨伞也很可爱，雨伞超可爱的，很多不同的款式，我就觉得说不管是你在夏天的时候也可以撑着它，你就会觉得哇，我好像贵妇。我跟你讲，那些雨伞完全让我内心的那个少女梦开始，少女魂开始燃烧，因为看到很多非常精致的，它的边边有很多的蕾丝绣花的，就会觉得虽然很不像我这个人会戴，但是就是少女魂燃烧起来。不会，其实我们可以慢慢开始走可爱路线。